小哥哥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欢迎来到坏血的乐高仓库，我是思桃。啊，转眼到了秋季学期开学的时间，乐高又双若卓踩点推出了霍格沃兹特快 Pro Max Plus Mega Extra 76405，5129片的规模，信息量爆棚，抓紧时间检票上车。哎。拼搭开始之前先说个彩蛋，听到检票大家不用紧张，开箱第一时间乐高就告诉你套装内包含着一张车票。没错，就算是麻瓜都可以得到这张踏上九又四分之三车站的特殊邀请函。与传统纸质车票相比呢，乐高板件可硬气多了。Plus Mega Extra 级别的火车，它的规模声势浩大，它的内饰情怀无价，它的拼搭18+，毕竟人家是收藏家级别的火车嘛。首先跟大家说好啊，76405的信息量太大了，为保证有效时长，我在视频里主要以陈述套装内容为主，至于原著与电影中的细节和各种趣梗，请大家在评论区尽情发挥。聊车前先看乘客们，足足20位人在，所有人物着装都依托于哈利波特系列真人电影。按照时间线，第一批登场的是刚通过韦斯莱夫人指点穿墙而过的哈利，以及可爱天花板罗恩，6年期不可动短腿以及 Q 版五官，我的 One Pick。 打理的旧衣服穿在哈利身上显得松垮又陈旧，格子衬衫描绘的不错。这个版本呢，在75978对角巷当中出现过，配件是一只巧克力蛙。我的校长卡呢？表情也没有添加破碎眼镜的更新，差评。反观罗恩的鼻子上就有那块令人印象深刻的污渍，结合甜品配件，另一面鼓起腮帮子大快朵颐的模样，好可爱。从里到外的三件套，格子衬衫、蓝毛衣、绿夹克，夹克口袋里装着糖果，这才是旗舰套装的人才品质啊。接下来轮到列车长及火车上的售货女巫，印象中列车长应该是初次登场吧，全红的制服加礼帽，胸口有怀表链子，络腮胡引发密集恐惧。售货女巫剧组最年长的演员之一，曾经在75955中登场过，也是双面表情，这次换了条红色裤子。他推着每个孩子都想要 all in 的零食车，绿色推车与红制服对比鲜明，贴纸细节值得细细观摩。第一个场景在赫敏的登场中落下帷幕，赫敏前往哈罗车厢的契机是帮助纳威寻找蟾蜍，当时他已经穿上了校服长袍，注意此时还没有佩戴院徽，细节满分。
76405终于添加了短裙和小腿袜，真是令人欣慰。后面的标配沙色魔杖，在这里他用咒语修好了哈利的眼镜。第二阶段人仔出自阿兹卡班的囚徒，哈罗赫进入少年时期，腿部换成了可动短腿版本，三组双面表情已登场过多次，难得的是着装。在阿兹卡班的囚徒中，卢平教授与哈罗赫同坐一节车厢，并击退了摄魂怪的袭击，那个惊坐起的眼神到现在都涤荡在脑海中。第三个场景选择混血王子中的桥段，登场有哈利、卢娜及德拉科，主角们都换上了标准长腿，其中哈利的服装是全新的，且双面表情当中有一面是被踩碎眼镜的表情，伸出那邪恶一角的真是男模巅峰期的马少爷，他的西装立体剪裁，他的领口银蛇徘徊，他的发髻仍然健在，有没有人和我一样馋少爷的卧绿衬衣？来到天使学姐卢娜是我最喜欢的造型，尤其这副眼镜，他让卢娜成功解救了被披风隐藏的哈利，而震惊了世界。但谁来告诉我卢娜手里的跷跷板掉去哪儿了？最终章场景也是电影的尾声，主角团升级为父母送孩子们上学的桥段，哦，还原电影的络腮胡，但密集恐惧且真的会谢。这里金妮比哈利更加惊艳，尤其印着花纹的蓝色衬衣以及略显凝重的第二面表情，很御姐。初登场的孩子们让人眼前一亮，老大詹姆斯小天狼星波特已经三年级，老二阿布斯西弗勒斯波特则是霍格沃兹的 freshman， 他的经典台词被挂在了站台上，划重点，我们这回会讲。忙内莉莉卢娜波特年纪还小，送行吉祥物，三个小不点的双面表情都十分应景。最后还提供了两位学生群演，分别来自欢院和音院，不管是肤色还是性别都挺正确的，点赞双面表情。配件有两辆行李车，箱内包含只带衣物的贴纸板件，记得带上魔杖礼物并管理好自己的宠物。点睛之笔无疑是全新印刷的1x2车票了，全套仅有两枚，甚至照顾到了银色底纹，绝了。介绍完人仔，来看主力火车。带鬼全长1.18米，气场全开，1:32的比例激进真实，以史无前例的气节轨道为基础，造就76405的磅礴姿态。乐高传统兼容轨道都是六节嘛，哎，咱们就是不兼容，就是要做绝对旗舰火车头。车头部分长37厘米，消耗7包零件，1本说明书。优越的圆柱造型应用多组 SNOT 技巧，明亮的黄色科技组垫片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个零件啊。红色和黄色都是今年的新色，完美消化车头逐渐收拢的结构过渡，感谢设计师用心丰富玩家的拼搭体验。此外大比例的优点当然是细节多元化，76405让我们看清了车头的名牌以及车次编号，对比说明书上的特写照片，车灯、缓冲器都毫不马虎。下一句啊，这缓冲器很容易掉，建议全拼完了再装。两侧扇形名牌上的文字是霍格沃兹城堡，驾驶舱两侧同样贴有车次编号，相同的上车脚踏我在迪士尼火车上也拼到过，感受下水平视角的车轮视觉冲击。在拼搭车轮部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辨轮子的朝向啊，火车底部的动力结构承包了整个套装 90% 的拼搭难度。有意思的是车顶有个发条直通底部，旋转发条即开启火车，电机劝退哈。驾驶室没有仪表盘，但管道或者说缆线细节效果出众，贴心的铺设了凸点，方便车长站立。美水车，第二节美水车长24.5厘米，消耗3包零件及半本说明书。车节头尾都有科技轴来连接两侧的车厢，贴纸塑造校徽点亮整体，黄色装饰线呼应车头。除车斗其实空心的，本来我以为这里面可以埋电机的啊，哈 low low low， 除非自己改装。乘组堆叠的2×2圆盘径直的扮演着煤炭。客车车厢，也称76405的 C 位，全长47.5厘米，消耗16包零件，1本说明书。故意调大车窗来观察内饰，这么看自然是不会过瘾的，所以爽快点直接拿掉吧。车顶采用墙顶联动的一拆线模块，左右两侧的大模块是3+1的形式，加宽车厢就是好恨，打开后竟然还有一条走廊，包括精致优雅的内嵌式走廊灯与超正的玻璃衣门。如果有个隔挡能让门只开单侧就更好了，换一边打开。终于来到情景剧剧场，47.5厘米中浓缩了3个主要发生在火车上的场景，上方椭圆标题印着经典台词 Has anyone seen a toe?忍不住现在就分享彩蛋啊，76405在行李架对面安排了纳威的来福，妙啊。
话说回来，第一个当然是哈罗赫初见的场景。除了幼年人仔坐不下来有点出戏以外，满地零食加上斑斑行李架下还有风景画。第二个片段自然是阿兹卡班的囚徒，车厢与前一节相似，只是风景画有所不同。靠窗睡觉的卢平多一件披风假装外套多好呀，甚至照顾到了瓶子细节，不错不错。最后来到开放座位区，混血王子 Experts, your head's full of them. 有意思的是过道很窄，哈利想躺在地上的话只能伸直手臂。细心的大家肯定发现了隐藏在台词标题后的小机关，在顶部安装发光键，有聚光灯的作用，开放观察时颇具舞台剧的魅力。但个人认为发光键的主要作用是在闭合状态下点亮内部。哎呦，又一个差评啊，竟然还能有出场就亏电的发光键吗？啊，不中个奖对不起坏剑逃的名号是吧。九又四分之三站台，压轴出场的站台全长40厘米，消耗10包零件，1本说明书，没有翻转墙。75955是有翻转墙的，可能那个代入感更强。76405把注意力放在双层墙面上，所以两边都可以观察。屋顶支架和漂亮的球形路灯风情浓郁，出于柔韧性考虑啊，这有点接不上，但没关系。九又四分之三的车站招牌和灯箱之间是最后的场景台词。阿布斯问他爸 Dad, what if I am put in Slytherin?站台地面使用了大面积的灰色光面件，与单点与单凸点组合能更自由灵活的固定人仔。像这种大场面没有凸点是不可想象的多米诺灾难呀。底部安装了收藏夹系列的名牌，反过来另一面可与轨道固定连接。总结时间，76405霍格沃兹特快出品于2022年，包含5129片零件，20个载，其中18个是独占，目前官方售价4299元，全平台低区间在2900元左右，是目前能买到最大、最丰富、最有生命力的霍格沃兹特快，也是获得最硬车票的唯一途径。情怀嘛，年年都炒的，76405一次性给你炒4个，在座的哈迷或者火车迷们，口袋有米、家里有地的就拜了吧。如果对之前的定格动画花絮感兴趣的话，欢迎在我们频道内搜索关键词霍格沃兹特快观看完整版，是小桃的早期作品哦。走之前请大家动动手指点个赞吧，求求啦。这里是值得关注的坏血的乐高仓库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，ciao。